你已经猜到结局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张三来到老王的家，老王刚刚起床，现在还靠在床上，睡眼惺忪。今天轮到我来照顾您了，您就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您泡一壶茶。张三热情地跟老王打招呼。没过多久，张三就端着一壶茶上来。茶泡好了，我放在那边的小桌上，我先去买东西了。等等，老王立即抓住了身边张三的手，从怀里掏出一把枪，指着他。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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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。否。是。否。否。否。是。否。否。是。无关。
否？是。否？否？是。否？是。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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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否？否？否？是。否？否？否？您的回答完全正确。
息一下吗？眼睛可以眺望远处，放松放松，请不要太勉强自己。影片来到这里，想知道以后故事。